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念黑板的藏传三皈依文三遍，一起念。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上次讲菩提心很重要啊，菩提心其实我才讲了一半，今天我们继续讲菩提心。那请看幻灯片，上次介绍过，这张就是空海大师的大殿，高野山空海大师。那首先真的是要谢谢那位师姐哈，上个礼拜当还好帮我包套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去板桥的时候，结果到了板桥下大雨。对，人湿了没关系，还好书没有湿。所以有时候这个全球暖化就是变化很大哈。那今天讲发菩提心，看正中间。阿弥陀如来，当然一尊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就包含所有的功德，这个不用怀疑。但是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请看华严经讲主伴圆明俱德门，主是阿弥陀如来，伴请写就是八大菩萨，也就是说佛叫做法王，菩萨叫做法王子。比如说文殊师利菩萨叫文殊师利法王子，好，就看师父的手，手掌有五只，可是呢手掌只一个，手指有五只，五个跟手掌是连在一起的。我常常用这个做比喻，这代表六度波罗蜜，你要般若波罗蜜引导其他的五度。同样的，同样的，注意听，若能直接念阿弥陀如来，那最好，非常非常的好，表示你多生端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但是啊，有些众生的福德因缘，上个礼拜举例过，就像道次第一零一样，他刚开始啊是跟阿弥陀如来没有那么深的缘的，可能他比较喜欢观世音菩萨或地藏王菩萨。所以换句话说，八个菩萨就像八个班长一样，有不同的功德。再以现在世俗来讲，佛叫法王，就像总统。八个菩萨呢，就像八个不同的部长，有内政部长、经济部长、文化部长、外交部长。因此今天八大菩萨我要简单介绍，这也是菩提心的功德。好，再来看在这五浊恶世里面，好，上个礼拜我要找这张照片，我今天找到，就说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尤其在这个疫情前跟后疫情时代，大家都很痛苦。那在这痛苦当中，你会觉得最苦最苦的是什么？请看 B 抄起来，见浊 C 烦恼浊。也就是说众生的烦恼贪嗔痴啊，五毒是炽盛的，很苦很苦。第二个，他的见解啊，常常是很混乱的。所以因为烦恼浊跟见浊，所以就会产生众生浊，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争名夺利。你看全世界不敢啊，从这些现象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佛法的真理。上次讲成住坏空，全世界贫富差距很大。第二个，打的疫苗也不平均，然后你会发现有钱人拼命他愿意去造武器，可是他就不愿意去做疫苗或做慈善事业或做人道去帮助众生。另外一个最糟糕的，请看，叫做什么？心性狠毒，命浊，就是啊，透过改法律来害众生。这个作业恶罪业是很恐怖的。所以在这五浊恶世里面，我再说，修一下净土哈，专心听，这张表很重要，我会一直放。
当你知道说我们不要只是念阿弥陀经说啊，五浊恶世呼噜过去而已，其实你真正的有透过禅修念佛仔细思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哎，来世啊，哎，天灾人祸战争是永远会不中断的。为什么？可以啊，古人有一讲一句话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有人呢曾经问过佛陀，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战争？佛陀就说，因为众生杀生，没有一个人喜欢呢，喜欢吃素的，大家都喜欢吃肉。那同样有人也问过中国高僧，啊，宋元明清，尤其在明代莲池大师的时候，会著放生文，他也是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你要知道世间那所有哪一天战争核子武器全部会停，答案是什么？但听屠门夜半声，就是说你听听看，半夜哪一天开始不杀猪不杀牛不杀羊的。就好像我问过菜市场，他们也有呢，每一个礼拜一是公休一日，初一十五还公休，可是明天照样杀，杀得更多。所以换句话说，众生若是血杀心啊，贪嗔痴若不断，它一定是斗争坚固。所以你会觉得台湾乃至于东南亚，包含我上次也讲过，我自己也经历过痛苦过啊，那当然是我的福报不够，可是起码我们心中还有正法，还有佛法。所以在这五浊恶世里面，请你写一句话，我供养你，这句光表里面写，天下乱，你的心不要乱。再加一句，心不要乱之外，还要在对净土的信愿行更坚固不动。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疫情可能就会成为你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最后的轮回身。那当然苦难的众生非常多，好，我想各位看到阿富汗就知道啊，看到阿富汗的时候，师父也难过了很多天，但是我们也很无奈啊，我们没办法做什么。谁有力量呢？国王、外交部长，哎，知道吗？可是这些人啊，力量虽很大，但造业也很容易生，救人也可能会很多。所以在这五浊恶世里面，希望天下乱，你的心不要乱。接下来再复习一下上个礼拜讲出离心是很重要的，希望我今天继续讲的是告诉各位，听闻佛法里面你对于信愿行很坚固不动。再深一点，若你懂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话，就知道如梦如幻的修持，那你呢往生的品位会更高的。好，所以今天送给各位啊，手上有请看啊，我的上师道波法王画的西方三圣非常非常庄严，在东南亚啊，桑耶精舍大殿撤掉的时候，今年最后一次跟所有众生结缘的礼物，下次我还会带这个唐卡那种式的来送给你啊，我今天带着佛卡，请你回去开始给我点灯，尤其是带我们依普贤十大愿忏除业障啊，广修供养来说，从广修供养来说，我们睡觉了，比如说李居士，你今天要去打疫苗，早一点睡。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念头呢是不能修学佛法的，对不对？可是普贤十大愿就可以点一盏灯，你好好休息。你虽然休息，他二十四小时还在修，点灯，点一支香啊，供一杯水祈愿，你还是念念升起功德啊。所以不要只是说空啊，因无所住而升起心。普贤十大愿广修供养是很重要的，所有华严海会啊。那举个例子，我刚闭关两个半月来讲，我两个半月里面二十四小时我就点了两个半月的灯啊，那你就会升起广大的功德。好，所以我有多带几张，好，王师姐需要的干部可以也可以送给你亲朋好友，请你好好珍惜，这都不是贩卖的。另外一张请看极乐世界图，有没有那张蓝色的？对，我找到了，上个礼拜，对，我终于找到，我这几天翻箱倒柜哈，哎，今天是教师节，上个礼拜是中秋节，我觉得好像接下来又要什么双十节，每天众生都在过节。其实对佛法来讲，日日是好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哈，开始点灯祈愿。当然这里有一个差别，请看中间的阿弥陀佛，上次说过藏传佛教是画红色，是配五方佛的西边莲花布。好，请看大乘，大乘最喜欢金色，金色代表什么？如来藏的显现。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金，乃至于你去韩国佛教啊，后面会介绍，它也是木雕的七金漆，代表如来藏的显现。日本人也很喜欢铜镀金，因为金在世间来讲，金银铜铁是最为尊贵的，所以一般大乘里看这张，哎，阿弥陀如来，哎，都是画金色的，嗯，啊。
接下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好，先看外境，在这个往生论注里面哈，五念念佛法门里面是很重视观想的，请看外境，我们莲池海会刚才讲阿弥陀如来是本尊，介绍观音跟世智，有些人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有缘，有缘是跟地藏王菩萨有缘，有人读了华严经啊、法华经啊，就会跟普贤王菩萨有缘，有人呢读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朝了五台山，你就会跟文殊师利菩萨有缘。所以八大菩萨呢，它代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方位。好，各位若去台湾的这个高雄佛光山，有没有佛陀纪念馆？大殿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它有四个佛塔，就是按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这个呢是大乘四大菩萨里。好，请看，文殊是代表般若智慧，普贤王菩萨代表大愿恨。其实你可以试试看，走在路上，明年你去打疫苗的时候，你随便菜市场问一个阿嬷，你知不知道佛教里面有智慧最高的是谁？他不知道，文殊舍利菩萨。你知道说佛教里面有骑大象的吗？他说没有，我只有在动物园里看过大象跟老鼠或狮子啊。普贤王菩萨，所以要了解华严经的人，先写要发广大的菩提心，他才会听到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名号，一般是听不到的。一般会听到观音、地藏跟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他是寻声救苦，先解决你三恶道跟三善道六道轮回的苦，但并不代表你就有菩提心。你一旦办是吧，求平安保佑的心。所以文殊跟普贤代表摩诃般若波罗蜜，还有大恨普贤王菩萨代表行动力啊。所以一个青狮子，一个文殊普贤，请看。五台山大显通寺，这是我2004年去拍的啊，无量殿毗卢遮那佛啊。我现在就讲华严经，其实华严念佛三昧论是真的很深啊，好，不要介意，请有耐心一点。有人一直会觉得，哎，师父你怎么讲到现在还不讲经文呢？其实它是高级班的课程，你没有大乘佛法，没有八宗，又没有读过华严经，也没有读过净土经论，你要读华严三昧论，每个人体会不一样，那当然是很浅薄。好，先看华严经，毗卢遮那如来，注意它是报身佛，法身是无量无边，没有形象的，所以报身佛毗卢遮那如来，这是无量殿。接下来再看右边戴罗顶，乾隆皇帝每一次来朝五台山，一定是五台山的戴罗顶五方文殊殿啊，正中间的这个本尊。当然我那时候是排2004年拍哈，现在2021年中国五台山五个台都重建过了，非常壮观哈。以后给各位看新的照片，先看我以前的照片啊，非常的壮观。当时我还是用最好的相机拍的哈。你可以看文殊师利菩萨，那知道文殊师利菩萨的人谁会了解呢？写广论班，宗喀巴大师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所以你必须要读了很多很多经论，在中国啊，要读摩诃般若波罗蜜，读大智度论，读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写要读到三论中的经典，你才知道摩诃般若波罗蜜很重要。不然一般呢，你还是拜观音跟地藏多，拜阿弥陀佛。再加上现在疫情来讲，不管是大乘乃至于金刚乘，所有的仁波切都劝你念药师佛，对，因为药师佛的愿力。但是念大悲咒一样还是可以解决病痛的啊。所以我刚才讲八个菩萨就像八个部长一样，他有他不同的功德，缘是什么？重点是跟众生的缘不同，而文殊菩萨是教缘起性空的智慧。接下来再看，哎，明朝万历年间，皇帝用3000两黄金下令而建的万年寺，圣寿万年寺，我也去了啊，非常壮观啊，非常壮观。那当然现在还有盖十方普贤王菩萨，那你可以看到普贤王如来，那要读华严经，看这就是2006年以后才盖的。很抱歉，这张呢是我新加坡的学生去了之后拍供养我。注意看这张普贤王菩萨也有10个头，写代表华严经十地菩萨。好，所以各位莲友跟师兄师姐可以想一想，华严念佛三昧论下一步讲完以后，你想听什么经？其实我有些构想，我很想，我建议各位还可以思考，王师姐可以跟大家讲，师父想讲华严经十地经，也就是十地品。
对，因为大乘里发六度波罗蜜，接下来是华严十地，藏传佛教入中论就是按照十地而讲，特别重视第六地。好，请看这以图像学造像，你知道这尊谁雕的吗？台湾花莲的佛教徒，花了呢10年去研究，然后造模，然后呢还从台湾做，然后运到中国四川，然后重新组装。好，注意看，他首先拿如意，中国人喜欢拿如意。有人问我，文殊一定拿智慧剑，普贤菩萨拿莲花吗？不一定，在这个雕像里面是如意，因为中国人希望事事如意。但有特别的是，它有四个方向，东南西北四方普贤王菩萨像，代表忍辱负重，代表普贤王如来的 action， the power of the action 就是行动力。好，接下来它有华严经十地，代表普贤王菩萨，在华严经大家知道尽虚空遍法界，对善财跟无量无边的众生，最后你要快速圆满成佛，而且是圆顿教的成佛，修普贤王菩萨。好，接下来看北京法源寺的壁画，这个文殊舍利菩萨手上拿的是什么？600卷大般若经。所以中国人的确是很有福报的，所以希望你呢，除了学净土之外，应该有般若为道，净土为归。上次我说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排行榜第一名的是什么？答案是念《金刚经》。我从科学的角度我去统计过，第二名的是什么？是《阿弥陀经》跟《普门品》。第三名是什么？《妙法莲华经》。当然你喜欢读《无量寿经》，那一样它也很好，它是大乘经典。好，接下来看这一张。下次我再发佛卡给各位哈，这些我们都印过哈，我都解决版权。这是日本的东密的大横普贤王菩萨，你可以看到图像学来讲，日本呢就非常非常的多彩多姿，我们客家话叫发蜡比包嘎，就是多彩多姿。然后呢，这是日本东密，当普贤菩萨一折一举手一投足的时候，会震动大地。所以叫大横普贤王菩萨，这个是读破音字横，实践的意思。好，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有人就跟观世音菩萨有缘了，请看《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观菩萨、观音菩萨光中六道化现六道，看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化成佛身，因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可见，阿弥陀如来。也可能是由观世音菩萨化现的。第二个，观音菩萨专度六道身，看左下角，不好意思，我今天上个礼拜我学生帮我收电脑，忙中有错，散乱心，投射笔帮我拿起来，结果没有放在我袋子里，抱歉。请看左下角就有马头明王，马，所以在东密里面马头明王跟藏传佛教马头明王也有。那反过来讲，观世音菩萨若要度小狗跟小猫呢？当然一样，这边嗡嗡，它跟动物声而说法。那你会要糟糕，那师父，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这个所养的宠物里面是佛菩萨化身来？它跟众生啊结缘完了以后，当它走的时候，它会自然死亡，它不会让你去杀的，因为你杀的话，那这业力很重。所以一个是三善道，一个是三恶道。所以光中化佛啊无数亿，观音菩萨化六道众生。好，接下来看华严经，请看这张，这经是北京法海寺重新画的壁画，下次我会发给你们哈。这个善财童子53参啊，然后中间呢就是善财童子53除以2一半27，请看平等大悲心，左上角是韦陀菩萨，然后左下角呢就是狮子吼的吼。你就是先不要浮动，静下来，不要定，因为你时间很短，你更要专心听啊。待会记得了。那也就是说，善财童子朝第一参文殊舍利菩萨，然后很多很多参，参到一座山最高最高顶是什么？答案是大悲心。所以为什么西藏佛教红白黄花没有一个人不修观音法门的？答案是绿度母、白度母、马哈嘎拉全部都是观音的化身，乃至于准提菩萨也是观音的化身。也就是观音菩萨代表普贤行愿品的讲，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根本。所以我自己也是宣学观音法门的，
再来再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他的悲心愿力是说，没办法上三善道，在地狱恶鬼畜生啊，我也发愿去度他。所以这个世界啊，其实若没有观音跟地藏这两个大菩萨，众生是很苦的。接下来再看全中国四大名山里面，严格说，哎，这个真正的四大名山出自于经文的只有五台山。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讲，东方有震旦国，其山名曰清凉，其有菩萨名曰文殊，教化一万菩萨，海会围绕。文殊师利菩萨，看，就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的，也就说东方在四大名山里，真正释迦牟尼佛讲的报生佛净土是五台山。所以为什么西藏的仁波切，连至于达赖喇嘛，甚至啊大宝法王去中国一定会找五台山，连伟大的红教吉美彭措法王也是带了一万僧众去找五台山。为什么？因为它是报生佛净土。至于峨眉山，看峨眉山是道家的道场。好，再说一句，我心有点急，因为我知道你很急，你可是后面重要，心不要急，慢慢来。所以五台山写是显密圆融的道场。在五台山你会看到有格鲁派的僧众，也有大乘的僧众。四大名山里只有五台山是这样，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显密圆融报生佛的净土。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说，我的净土有一万菩萨海会围绕啊，知道吗？你就听过妙僧的梦参老和尚讲，你还没有来一千公里之前呢，文殊师利菩萨就派人来接引你了，就放光你，让你一路上朝圣啊，不要有障碍。所以你应当发愿去朝五台山。然后呢，哎，你走的时候，文殊菩萨也会送你去的，他很殊胜。接下来看峨眉山，写是佛教跟道教融合的地方。峨眉山本来是道教修仙的地方，南怀瑾老居士就曾经在这里闭关过很多很多年，因为《大藏经》就是在峨眉山。所以因此峨眉山啊，它是一座山，所以灵气非常的深啊。师父也去住过，住在山底下，然后你再住在半山腰，第二天早上去看峨眉山的日出啊，这个佛顶啊，这个华藏寺非常的庄严。所以峨眉山后来本来是道教修行，后来很多出家人然后去接道教的庙，然后慢慢请弘扬佛法，最后现在峨眉山呢才变成佛教的道场。好，接下来再看那中国的普陀山呢，哎，请看，这是唐朝写日恶禅师来中国求法，他觉得日本人很可怜，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叫不肯去观音院，到了浙江省普陀山，所以他是属于化身佛显现。这时候铁里面产生了大宝莲花，结果呢三天三夜都没办法，最后唐朝慧恶禅师就向观音菩萨忏悔说，我是从寺庙偷的，大概我们中国人真的日本人没有这个佛缘呐，希望呢，那他就把它放在岛上，哎，就是不肯去观音院。在唐朝一直建到现在，文化大革命都毁掉，现在就完全重建了。所以那个地点，所以五台山不普陀山是什么？写化身佛的显现。那全中国最庄严一造像叫毗卢观音殿，也叫做九龙观音。注意，这不是地藏菩萨，很多人以为说这地藏菩萨，不是，是观世音菩萨戴这个毗卢遮那帽，代表五方佛的智慧。那毗卢遮那帽你哪时候会看得到呢？在台湾中原超度或是放大蒙山的时候，法师们做法事的时候按余劫焰口就会戴毗卢遮那帽。那注意看右边善财童子，代表华严经体系，左边龙女菩萨，代表法华经体系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弘扬什么？两个大乘佛法，华严经跟法华经，这两部是中国，我常常赞叹像太阳跟月亮一般。可是到了民间宗教以后，注意听，它就变什么南海紫竹观世音、金童跟玉女啦。其实金童是什么？是善财童子，代表华严经五十三参。龙女代表什么？法华经的体系，代表一切众生女生转身也能成佛。所以在大乘里面，男众女众是平等的。
相是不一样。虽然佛是七众弟子在家出家比丘比丘尼的这个戒律，好，不同的社会伦理，但是在大乘啊是不可以轻视女众的，因为女众龙女转身成佛，更有名的各位去读维摩诘经，对不对？天女散花，哎，他教训谁啊？舍利佛跟呢目犍连还有迦摄尊者，对不对？声闻成的花掉下来的时候呢，赶快播啊，那表示你还有花的相啊。菩萨呢，花这样掉下来之后呢，它就透明的像雪一样融化。可是很不幸，你若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到民间宗教现在大家都知道紫竹林观音，好，那已经是佛教跟道教结合了。好，因此接下来这张请拍，这是在大乘佛法里，我今天要讲华严经啊，和这个何师姐今天又没有来，很可惜，以后叫她听录音带吧，这段很重要。在中国佛教里面，台湾没有人这么供，不要介意，以前我也不太懂，后来我就读了华严经，又去读图像学的书，还读过敦煌石窟云冈石窟，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什么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请看请抄山西省崇善寺。这个大殿非常特别，为什么呢？从明朝开始造的时候啊，它大概两三楼正高这么高，光这个佛像啊就有两层，全部是木雕的。以前呢曾经发生大火过，所有的寺庙啊建筑都被烧掉，烧到这个大悲殿我就停了。第二个，现在不可思议的啊，他们还保留中日战争，知道吗？中日战争是中国跟日本很深的业，炸弹这样丢下来，看炸弹丢下来上面已经破了口，可是炸弹放在大殿里啊没有爆炸，他们现在还把那个炸弹哎把它解除了，解除警报，这样还是放在旁边，就是什么？就是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力。那这代表什么呢？请看右边第一个叫千波文殊，你很少看到的，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嘛，第一参文殊舍利菩萨。文殊舍利菩萨代表千佛之师，看起来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但是他有一千只手，每一只手里面有一个波，每一个波有一个化佛，所以文殊菩萨当过千佛之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老师。接下来第一参、第二参、第三参到五十三参一半啊，中间写大悲观世音啊，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可以说整个地球或十方佛国土是排行榜第一名的，在东南亚里面没有一个人不修观音法门的，对。啊，这个你就很熟悉啊。接下来看五十二参是谁？写弥勒菩萨。五十三参才是普贤王菩萨。那普贤菩萨的看着照相，后面它就是一个圆，是代表什么？一真法界。所以啊，当你从太原哈、啊，希望你太原呢、啊、不要太赶啊。那时候上次我们也还是赶两天一夜，我觉得太原你可以待个两三天。然后呢还有上下华严寺，你可以看辽代跟金代全部的泥塑雕像。很荣幸的，文化大革命没有被毁，现在保留下来，现在也变世界文化遗产。好，师父是老师，我很喜欢美术啊图片，其实佛教有广大，透过这些图像节你可以跟经文啊配合印证，所以是第一参文殊师利啊，第二十三参大悲观世音，五十三参是普贤王菩萨。这三尊呢、啊、是按照华严经，可是很可惜，我直说哈，不过讲话也不要太武断，台湾跟东南亚很多很多道场我去过啊，在台湾就没有人这样供。为什么？因为他修的华严经不是这样。你不要介意，在隔壁一条路就算是这个华严专宗学院，他中间放的是什么？毗卢遮那佛，我刚才讲。然后呢一般是把观世音菩萨往前移，看中间就报生佛，知道吗？可是刚才我刚刚讲的那张图啊，太原寺啊是按照华严经的三大士菩萨，是很重要，一般中间若供毗卢遮那佛，那地观音菩萨就放前面，接下来你要怎么办？又供地藏菩萨又供药师佛。所以在这里师父有一个真诚的建议，其实供佛像啊是不要随随便便乱乱供，因为它有经文根据啊，按照你所修学的。因此哎，这张请印象啊记起来，以后我也有机会我再发图卡给你，这张我也印过，非常壮观啊，大概两层楼这么高，有机会在疫情结束之后，当然
我突然想起来，他唱到一首歌《何年何月再相逢》。这个疫情呢，可能三年、五年、七年，我们都不太容易。但是有一天，若还有机会去山西太原崇善寺的时候，请你真的要去参观，非常壮观。师父去这个道场啊，去过两次，我自己都很震撼哈。好，接下来看五台山。刚才讲文殊舍利菩萨的道场，释迦牟尼佛亲口说，东方有震旦国，其山名曰清凉，其有菩萨教化一万菩萨海会为众。所以文殊舍利菩萨说什么？我的净土是什么？龙蛇混杂，凡圣同居。请把这两句话画起来。你说五台山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龙蛇混杂嘛。佛菩萨呢是三教九流都度的，他都会被文殊师利菩萨摄受。所以在五台山很多感应录里面，你听以前的老和尚，尤其是孟参老和尚讲了很多感应录，里面有很多都是超越你思维的。明明你看不起这个人呢，这个叫花子臭臭烂烂的，其实他可能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也可能化成狗，也可能化成动物啊。第二个就是这五台山是凡圣同居。好，接下来再看五台山大显通寺。重复一下，刚才讲右边他会供文殊师利菩萨，中国人喜欢木雕同度金漆的、木雕漆金漆代表如来藏的显现，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一般呢供画的是配的是青色的狮子。好，在右边，好，中间请看，好，它有伞盖，有船方。那观音菩萨要怎么配呢？注意听，观音菩萨坐骑有很多。从华严三圣来说啊，观音菩萨是骑龙的，也有骑狮子吼的吼，啊，不同动物。地藏菩萨是跟你们大家都知道，谛听是独角兽，啊。好，那其实西方三圣呢，观世音菩萨是坐着莲花，他并没有坐骑。可是在华严会上，依图像学来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般观音菩萨骑的就是龙，所以因此中国就会产生骑龙观音。多说几句，龙在中国很庄严，包含我的上师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也画了，网络上也有画骑龙观音。可是先插一句，写西方啊，龙是认为是 evil 的化身。你去读圣经啊，圣徒都是拿剑要去杀龙的。你去看英国的小说，或是呢哈利波特，他们通通是把龙都要贬为畜生，跟是恶魔的化身。可是在东方啊，龙是九五之尊，是帝王才可以。好，这是两个东西方很大的差别，因此在佛教的图像学里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接下来看骑大象，普贤王菩萨啊，大象木雕漆金漆的。那你看这三个都是中国大乘的造型，头放都带五方佛的宝冠，可见文殊、普贤、观音呢，这三个菩萨都有五方佛的智慧。好，再看文殊舍利这张，请拍起来，非常非常壮观。也现代模样，这就是孟参老和尚喜欢讲的故事《桥面文殊》。各位听过这个故事吗？李居士有听过吗？没有。王居士呢？没有。那我简单讲好不好？简单的讲哈，这张是书像室，非常非常小的大殿，大概就像基金会这样，没有这么高，小小的，没有很深。可是最壮观的全五台山书像室。听说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木雕师傅被师傅们提请要雕文殊师利菩萨，五台山全部都文殊师利菩萨，除了金阁寺，那是以后我再讲，那是不空三藏的感应，是雕大悲观世音。五台山本来就是文殊菩萨的圣地嘛。那这时候呢，这个木工师傅啊就在想，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你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啊，我从来也没看过你啊。那五台山全部都雕文殊啦，有漂亮的文殊，有庄严的文殊，有仙寿的文殊，有神通的文殊，各式各样的文殊都被雕光。他就想，文殊菩萨你到底 长什么样子，你让我看一下吧。这时候呢，注意听，这就是忆佛念佛的忆佛，他每天的忆念文殊舍利菩萨，你到底长什么样子，你让我看一下吧。就有一天呢，他竟然在厨房里面呢还这个煮饭，那时候在和面条，和面条，面条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在虚空中出现了，出现了以后他就用手上的面粉就看着文殊菩萨就做的模子了，知道吗？接下来有两个版本哈，不好意思，我是学科学的，我还是两个版本。有一种呢就说这叫荞麦文殊，就把这个脸呢、
直接放在文殊师利菩萨头上，从明朝到现在都没有融化，这听起来是很不可思议啊。有人呢就会说，这个做了模子以后呢，然后就雕，那时候呢那个雕出家人那个居士雕佛像是整座文殊师利菩萨，连坐骑啊、狮子吼、背光、身上啊全部都已经雕好，但是呢只有头他还没有雕。我们中国讲画龙点睛啊，这叫做荞麦文殊，请看殊像寺。我也去了三次啊，非常非常壮观啊，两三次。哎，我第一次去也是孟山老和尚带我们去的，他讲的这个故事啊，非常非常相信。当然从宗教的信仰世界里这是存在的。你可以想象荞麦文殊从明朝啊，这个面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融化。第二个说法是说，他以这个做模，然后再雕一个木雕，然后呢神韵呢是全五台山最庄严无二无别啊，跟文殊师利菩萨长得一样的。为什么呢？请写。因为他祈请文殊菩萨忆佛念佛，你让我看一下你吧，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你，我怎么会把你的脸雕了出来呢？其实李居士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在讲净土，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很少法师会教想阿弥陀佛。你大家都念观世音菩萨，嘴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寒山大师就讽刺过，喊破喉咙也枉然。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念佛都是嘴巴念佛，可是意念上并没有观想佛。意念观想写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在五念念佛法门，也就是黄老居士的这个进修捷要五念报恩坛。所以五念是很重要的哈。好，接下来请看文殊师利菩萨这张非常庄严。王居士啊，师姐你做个记录，你发个简讯给师父哈，师父找一找，好像这一张我只剩下十张佛卡，下次我带给你。现在你去五台山哈也拍不到了，第一他大殿不准你拍佛像。其实严格说哈，我直说了，不要介意，就无碍无事无更爱真理。其实拍佛像可不可以呢？其实可以，你要有恭敬心。可是中国就跟你讲不可以拍佛像，这不恭敬。错，恭不恭敬不是在像，而是在你的心。第二个，站在文物保护的角度讲了，它是不可以拍，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闪光灯，闪光灯。注意听，这些木雕啊，再加上以前呢、啊、这个大殿啊，好，不像现在有冷气啊、空调啊、湿度啊、热胀冷缩，尤其全球暖化，这些木雕的佛像其实热胀冷缩，再加上闪光灯是会破坏的。第三个，不好意思，我又讲日本佛教，哎，他跟你讲说不可以拍，但门口可以买 gift shop， 那个完全是商业行为。我觉得你是可以用恭敬心去拍佛像啊，但是因为这尊太庄严了，所以全中国不管在家出家文武百官都要想做功德，所以上面呢现在挂满了床方宝盖，都已经遮住了，没办法保留现在最庄严的。我若没有记错，这是2004年孟昌老和尚带我们第一次去朝圣的时候啊、加拿大一个梁国英居士他拍的，哎，他亲自洗原版送给我，那我解决版权，他也很高兴，好，可以让我们商业经社流通。接下来请看第二个，请写大乘千臂千波曼殊师利文教经。文殊师利菩萨五台山有密教的造型，就是文殊菩萨像千手观音一样，有一千只手，一千个化佛，然后他有十地菩萨，这叫千臂千波曼殊师利菩萨。各位可以点商业经社的网站，我讲过文殊菩萨也有十大愿，不是只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是不空三藏所翻译的经典，非常的长，十卷本，我用第一卷讲文殊十大愿。这就是东密的造型，在五台山大显通寺，这全中国也只有一尊啊，也是很了不起的世界文化遗产。接下来请看五台山，它有传说清凉国师啊，就住在那边做住持，写华严经疏钞以及演义，就住在这里。然后呢它当然有古老的丛林，一直建一直建，建到最后面有一个殿，请看文殊殿啊，你可以拍一下，一定要进去。为什么？听说有一个香港的佛教徒捐了好几百万美金，全部从头到里到外全部镀金七金七。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尊里面的文殊师利菩萨曾经讲话过啊，五台山的，请看，就是这一尊藏传佛教啊，你看骑青色的狮子，后面呢也是呢有衔接千佛。
过去千佛，现在千佛，未来千佛，中间这尊文殊势利菩萨曾经开口讲过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连西藏的吉美彭措法王也亲自来顶礼。那历代的噶玛巴里面呢，我看好像是第十四还是第十五世哈，还十六世我忘记，因为最近读的东西比较多。哎，大宝法王亲自到中国朝五台山的时候，也到这个大殿礼佛。也就是说啊，这尊文殊势利菩萨曾经呢，哎，开口说话过。所以佛教里面讲证悟般若波罗蜜的话，的的确确有很多不可思议感应，有些感应是真实，有些是虚幻的。好，接下来再看，我刚才讲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那再来看一下玄奘大师。中国玄奘大师他修什么法门呢？答案，他虽然是文士中，给各位看一下这张图像，其实他是修心经，还有他主修观音法门。注意听，他虽然发愿上升都赖内愿了，可是啊，他遇到紧急苦难的时候是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还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好，那台湾呢，写日月潭的玄奘寺有头盖骨设立。在中国及东南亚，现在真正有玄奘大师烧出来真实的啊，以考古学或历史是真实的，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写西安大雁塔。唯识宗的本庭上面真的有玄奘大师的头盖骨颗粒。第二个，因为历史的因素呢，中日战争的时候有部分的头盖骨流到日本。那头盖骨它会裂嘛，热胀冷缩，有时候它也舍利子会出生嘛。那在蒋中正中日友好关系的时候，他曾经把裂掉的一小块送给蒋中正。蒋中正很喜欢日月潭避暑圣地寒碧楼，大家知道，他就供在玄奘寺。各位可以去看，我亲自去过，所以我见过玄奘大师的头盖骨设立两次。那现在一个注意，看这张图，看着王师姐看。那大家都知道玄奘大师都修唯识宗的，他主修观音法门，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但是你注意看他身上为什么带骷髅头呢？答案其实这就是秘法。他在《大唐西域记》说，当他到了中国印度那烂陀寺的时候，中观唯识非常兴盛。其实那时候藏传佛教也非常兴盛。在那烂陀寺，我亲自去过他的住的房间，我去了两次，师父到那边也放声大哭。房间非常小，大概就是我们这间房间这个教室的一半大。玄奘大师因为他是贵族他有侍者，他的侍者在旁边。那里面呢，只剩下地基跟桌子建筑物当然都毁，可是玄奘大师就那边住了十年，住持戒贤论师给他最好的。好，现在请看这个故事。我很想讲，答案是玄奘大师千里迢迢来走了三年，当时戒贤论师看，各位可以去看玄奘大师的电影，这是从电影里面呢才拍摄下来图片。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戒贤论师本身是国王转世的，那他当那烂陀寺的住持，但是注意听，他虽然可以教三千位跟五千位的出家众非常了不起，一代宗师可是他的业还是躲不掉，他常常头痛，痛到呢就快要爆炸一样，他很想自杀。有一天他快要自杀的时候，文殊、普贤跟观音三尊菩萨都出现了。这时候呢，他向观音菩萨忏悔，文殊菩萨讲话了，他说：“戒贤论师你不能死。”他就问了文殊菩萨我已经弘扬佛法修行也忏悔，为什么我头还这么痛？他说：“你过去是当过转轮圣王你虽然今生生得很好，但是你过去是嗔心很重，动不动你就看不顺眼，拉出去给我斩了，还有你动不动就发动战争，所以你伤害很多人，你今天的这个痛是你过去是无量劫的业报，你业报还不能忏除的。”就是他一听到文殊势利菩萨以后呢，他就忏悔，他说：“那我向你忏悔，你可以放光加持我吗？”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跟他讲：“你也不能死，为什么？三年以后东土有一个大乘菩萨名为玄奘，他会来跟你求法，你要把你一生的佛法都交给他，瑜伽师地论会因你而传到中国。”然后这时候呢，三个菩萨就同时放光了。放光以后呢，戒贤论师他没有讲，但是他很欢喜，为什么？因为能够定中见到佛。我先讲到这里故事一段，请写。所以定中见佛是真的，但是定中见佛是有条件的，不是像现在很多民间宗教讲说师父我坐在这边观音菩萨来指点我，其实那很多都是鬼神教的幻境。
定中见佛，啊，中国话叫什么？波州三昧，就是我中华佛研所的硕士论文。定中见佛，它是要有条件，要靠佛力、法力、自力。第二个，定中见佛当中，在藏传佛教中，你修六字大明咒和在禅定中六字大明咒而显现的，那是真的。所以本尊现前。好，第二个，请看这个故事，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出家人越用功啊，生病了要忏悔。或许你今生没造恶业，不暂在家出家，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呀，是很可怕的。所以不要介意，台湾的政治很紊乱，全世界也很乱，其实一切都有因果报应，逃都逃不掉的。第三个可以看的，戒邪论师虽然他修得很好，智慧很高，能做那烂陀寺的住持，可见什么？他嗔心很重，杀心还很强，动不动呢不高兴，这个人就拖出去给我斩了。第四个写佛法，要传呢，还是师徒之缘呢，是多生多劫的。所以当看左下角，当玄奘大师从中国的那时候是逃难出去，各位去读《大唐西域记》，对不对？从洛阳开始偷偷渡，然后到西门关去的时候，很多很多人，最后死掉了也很多人，经过了鸠兹国，鸠摩罗什大师故乡，也到了中亚济宾国，一直到印度。所以在印度里面呢，其实他大概学习呢是大概是15年，但是呢他住了是10年。李居士这个故事听完再走啊，慢慢来，不要紧张，差几分钟没关系。师父有回向，你明天打疫苗呢，一切健康，请看。结果他见到他之后，他第一句话问你，他说我已经等你很久，请问你从中国到现在一共走几年？你知道他怎么话？他说3年。这时候他哈哈大笑。那玄奘大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师父笑呢？他说待会我告诉你，其实3年前我就做梦，你一定会来的，其实我就在等你。然后大家很高兴，那他讲你见我的目的是什么？当时玄奘大师还没有去印度之前，注意听，他经论都读了很多，鸠摩罗什是大师所有的经论呢，他都读过，而且呢他本身梵文也很多，他也懂了20-30国的语言，他直接就跟戒贤论师开始学瑜伽师地论，写听了3遍。这时候玄奘大师就公开讲，好，没问题，3天以后全那烂陀寺的人要听人都可以来，你知道吗？在印度是非常轰动的，我看过传记，听经是2万人到3万人挤进去的。玄奘大师从呢就从呢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应该讲 Yogacara， 可是我们中国呢那个茄字啊，是因为中国的古音，所以念瑜茄师地论，其实以梵文来讲应该念瑜伽师地论。好，中国的古字是念瑜伽师地论，他从100卷开始讲，好，一个字一个字讲，从第一分开始讲，你知道吗？玄奘倒是这么聪明的，刚开始讲很慢嘛，他还要复习啊，早上讲啊，下午还要复讲啊，然后晚上他要跟他辩论呢，他全部呢学了一共3年，对吧？3次100卷，也就是说他听过300卷的瑜伽师地论。那当然在印度是这样，好，也是雨季的时候或6日的时候还是会放假，礼拜一到礼拜五还是听讲，大家辩论。可是6日的时候，玄奘大师就去外面参学，所以因此在传记里面写，他在印度独独待15年，其实住在那烂陀寺是10年。写10年可以读一部经论而学3次。好，那我们现在人呢？听前面后面不知道，听前面忘光光。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福德因缘很惭愧。好，您可以离开了。接下来到了中国南京中山陵啊，灵谷寺，中国现在兴盛啊。我记得2012年跟2014年的时候，2012年我们去朝九华山，那到时候我们回程的时候，因为飞机就一定要经过南京，所以我们就去了南京的灵谷寺。请看这张雕像，它是雕铜雕的。半夜的时候啊，玄奘大师昼夜都在译经论，最有名的是什么？译600卷《大般若经》，这是最有名的哈。没关系，你可以离开，不要客套啊。有空的时候再上网听 DVD 哈。祝你明天放轻松，一切顺利哈，不要紧张，多念佛，多喝水。那因此，玄奘大师啊，其实我读了他的传记啊，他一生的寿命没有很长，大概只有63岁。
为什么？因为到西天取经的时候，身心啊那种热胀冷缩，虽然他是大菩萨，他也有他的功德力，他也修了九世的功德力，只是他的愿力啊能够依九世连续修持而感到唐太宗的护法。其实唐太宗本来不是佛教徒啊，这个为了中国的领土也杀生很多，可是就是呢遇到玄奘大师而让他渡了。后来呢他就昼夜翻译经论，大家知道基本上中国有三个译经师，第一个就是伟大的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我们叫旧译，新译就是玄奘大师。玄奘大师要译的时候，基本上只要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过的经论啊，他就不会再译了，因为他已经译得很好。一个叫直译，一个意译，还有一个玄奘大师梵文非常好，他精确，师父也学过梵文，很难，梵文真的很深。好，他的格性数像德文一样有八个种性啊之类。好，到第三个就是什么意境三藏，所以变成呢，好，玄奘大师昼夜的译经600卷大般若经就是他最后一次译的。好，我继续讲这个故事。师父很感动啊，我觉得现代佛教徒应该多读一些这些高僧传。比如说当他有一天呢，他曾经呢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因为像一个油尽灯枯一样，生命开始慢慢衰老，他知道自己没有剩下两三年了。那他就想说600卷大般若经啊非常的殊胜，梵文本他全部都读完了，然后他就想我就结义吧。大家知道般若经常常会有重复，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时候啊他就告诉侍者说我们要加紧了脚步，本来一天译经的呢再多呀2小时到4小时，我开始要译大般若经。那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在动一个梦，然后他点香祈请佛菩萨希望我译经没有障碍，天龙八部护持。结果呢那个时候就看到啊在虚空中来很多很多出家人拿着传方宝盖，天人呢拿来跟他讲，来供养他，赞叹他，跟他讲，然后虚空中跟他讲说玄奘大师大般若经你不可以结译，你要一个一个一个译。他说东土有大乘气象，将来这个般若波罗蜜会有魔障，只有中国人会保留全部的600卷大般若经，虽然很辛苦，可是你不可以结义，要一个一个字义。他做了梦以后呢，他醒来想，哎呀，糟糕了，本来想要结义还可以，后来呢，他就没办法，每天要增加多2小时到4小时，而且当时翻译经典的时候，都是中国一群的高僧啊，各宗各派的出家人啊，窥基大师也是他的得意弟子啊，所以玄奘大师就念梵文，然后呢，中国有黄蓉、比寿，很多弟子就先抄，抄完了以后呢，再来润色，所以600卷大般若经全部就译完了。这张图原本也是师父拍的，你可以看得出古人真的多精进，晚上什么写经还有点一盏灯，我们现在晚上是什么，是追剧还滑手机，所以古人跟我们一样是24小时哈。可是你可以看古人为法为教的忘区哈，最后他把大般若经呢译完以后请皇帝写序文以后，然后他就正式入灭了。所以讲多讲几句大般若经哈，在中国能够把600卷大般若经全部讲完的人是很少的。哎，妙净老和尚连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很可惜都没有全部讲完。我知道啊，慧日讲堂也是福严佛学院的后官法师，后官院长就花了7年在慧日讲堂跟很多地方上课，讲7年才把全部大智度论给讲完。所以你要知道，弘扬一部经啊，是要很大很大的功德力，要靠佛力加持。好，请挑这本书，你可以拍《玄奘大师西游记》，钱文忠居士讲的《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是目前东南亚华文本最好的书，我也有。钱文忠，金钱的钱，文章的文，宗教的宗，他自己是佛教徒，最重要，他是一个史学家。他讲的东西一定是有根据的，有考古的，不会乱乱讲。现在我们大家都喜欢讲说书，讲什么呢？讲西游记，讲漫画，那都是加油添醋，有很多东西不是跟佛经有关的。好，这本书呢，那这个王师姐有兴趣可以上网买。师父今天书带的比较多哈，没有带，我改次找找看。我有这本书，图片也很多，因为现在可以有全世界博物馆的授权，甚至这个钱文忠居士很了不起，中国对岸有一个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嘛，当时讲的时候一天大概只有2小时到2.5小时，时间有限，他是把全程讲完以后、很多工作人员把它打出来，那未来在出书的时候他还增加了很多图片跟修正了很多文字。我觉得老实讲，现在我们出家人也没办法写得这么好，对，因为他花了很长很长时间，起码5年到10年才把这本书写完。好，玄奘西游记钱文忠居士，抱歉我现在书单上看不到哪个出版社，不过你可以 Google 一下，这张图片就是它上面挂了一个骷髅头。好好，八大菩萨现在讲完了，就是说明说其实八大菩萨有八大菩萨的功德。好，那现在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请看下面老实念佛。好，请抄这一段，你可以拍。夏莲居老居士把净土中修行的过程分成这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16个字肯背起来非常了不起，哎，就是我们修行的次第。好，前面8个字请看，理名、性身、愿切、行专，到这里一个段落。我们为什么要基金会要上这么多课，大乘佛法的课、净土宗的课、华严的课、法华宫的课、天台宗的课，对不对？还有、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答案就是要让你的理更明白。第二个，理明的时候你性才会生，当性生的时候你发的愿才会切，那你修持，这里的行专行、是指六度万行特别值得修持才会专精，专请画起来。所以修持真的是要专精，不管各宗各派，你是修天台宗的时候，当你在修持止观的时候，你就是很专注的修止观，而不是一直换一直换的、所以那这八个呢，有一点像什么呢？王师姐，有一点像这个，应该是螺旋桨。抱歉，我一直很想找这个软体，找不到啊，师父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学。就是说，理明的时候，性是生的，性生是愿切，愿切行专。当行专的时候，再回来，你的理会更透。所以你当听过阿弥陀佛48大愿的人呢、他念佛的念力啊是不同的，但是他读过华严经或般若经啊，他再来念佛的时候，念力也是不同的。当然每一句佛号都是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可是当你理越深的时候啊，你的愿啊就会更广大无边。好，所以理明、性深、愿切跟行专到这里。好，那现在讲我们修持的功夫很专精，不管10年、20年、30年，那我怎么判断我念佛到底有没有进步呢？我知道传统上老和尚都是这样讲啊，念佛不要想太多，就一直念滴滴念滴滴念滴滴念。哎，老实告诉你，这句话不太对。我没有说全错，但是不太对，因为理愿明、性深、愿界、行专的时候，当时啊，他走过的这个阶段啊，是会什么？先写第一个九住心，就是瑜伽师地论有讲的九住心。在释迦波罗蜜也有讲座九住心，还有伟大的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止观章也讲九住心。也就是说，止观在印度、在西藏以及在早期的中国，所谓的早期就是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这一段的时间呢，真正念佛的人是会经过九住心的。因此这九住心啊，是你判断念佛的过程。好，接下来那这九住心啊，精简的一点说是什么呢？就像下面讲的功纯业净，你功夫越来越纯密，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乃至于念咒也一样，念佛跟念咒的道理是一样的。哎，你念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功夫越精纯的时候，业障就会越清净。业净就是反过来就净除你的业障。啊，当然业障有什么？有人我执，有法我执，也就是说真正用功的人啊，他烦恼会越来越少，心会越来越清净。当然他还是会起烦恼，遇境逢迎还是会起贪嗔痴，最后呢写妄念啊会越来越消小消除，最后真如本性就显，妄消真显。最后一句话请写中秋的明月，就初一到15的月亮，这个就是说明念佛的过程。
因此简单的讲，你念佛念念念到净念相继，所以你应该学的是什么？先学呢功夫要精纯，业障啊要清净。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的祖师里面也讲究闭关，藏传佛教也讲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到三年三个月的闭关。好，所以夏林居老居士啊，他自己是经过这八个过程，好，一共有十六个字，请背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净土中念佛的这个真正觉悟的这个精华。好，接下来上次我有讲过啊，逆中经念佛啊，那不要介意，因为今天刚好有，那我会留下一次讲啊，这个啊，黑暗中现念佛，我是讲牟天元老居士的念佛法要啊。所以其实净土中啊要读很多很多的书，你要检查自己在逆境中、顺境中、病痛中，尤其是在病痛当中你能不能念佛。黑暗中念佛也是很重要，因为黑暗当中我们就会去找光。还有第五个就是梦中能念佛，因此在《般若三昧经》里面讲，梦中你所见的佛或定中所见的佛是真的跟假的。那也要跟《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般若三昧品一样呢，是可以配合来看。假如你梦中能念佛的话，那在生死交关就能念佛。好，我先介绍这临终八大菩萨。今天讲发菩提心是包含八个菩萨的功德。好，先看以心清净故，众生在清净心当中可以见佛。所以念佛刚才讲功纯业净妄消真显，所以你常常要让自己的心保持清净心。好，在清净心当中请写两个关键，请写就是平静跟稳定，就是久住心这两个。先讲这两个，就是我们的心啊常常是很不宁静的，就是我们心中拉里拉扎的事情很多。第二个，你可能被外面骂的时候呢，很有干扰的时候，它就不稳定，就好像一潭水一样，你把石头一丢下去，咚一下下去呢，我告诉你，哎，它就有波涛汹涌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五浊恶世的时候，遇境逢缘的时候，你要说透过逆境、顺境、人事物的磨练来磨自己什么清净心。那这清净心有很多特质，其中就是一个什么宁静跟稳定。而最具体的清净心答案是什么？久住心的九个条件。当你念佛的时候，有时候呢，因为你去打佛七啊，或自己闭关一个月两个月啊，很认真的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诵经、念佛、打坐、拜佛、拜忏，然后呢，因为你的心境很清净，我上次说过，品质比数量重要，所以变成呢，你的心很清净的时候，你做梦的时候就会梦到佛。所以心静则土静。接下来请看，好，我今天要介绍往生论著，请看永明延寿禅师，这是他以前住过。传说永明延寿禅师是阿弥陀佛后再来的，明朝的时候，所以在中国宋元明的时候，若读历史啊，好，宋元明兵荒马乱的时候，南宋北宋啊，好，最后被金人统治。明朝的时候啊，其实到末年的时候也很乱，但是在这众生越苦的时候，大家知道，哎，佛菩萨的悲心愿力会更广。那明朝最有名的就是、啊、明末四大师，对不对？莲池、弘毅、憨山、子伯，还有永明延寿禅师。永明延寿禅师最有名的就是他有一个中净录啊，是开悟的啊。黄念祖老居士啊，要往生前最后的一部书就是读永明延寿禅师的中净录，他自己讲的，所以他的见地非常的高，也很深也广。请看一下，那在永明延寿禅师里面，上次所介绍的中净土中十三祖里面，他也被编为其中之一的祖师啊。刚才那张图片就是他住持过的道场。好，接下来再看明朝的弘毅大师。我上次说过，现在所有台湾的佛学院以及灵岩山啊，这个印光大师乃至于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所修的净土宗，都是什么明朝以后偶义大师的净土宗。最有名的就是弥陀要解，我自己也读过，我在佛学院第一部上的课就是上这一本，那非常深也很广。可是明朝偶义大师先多说几句哈，他本身是修天台宗的，他对八宗呢都弘扬，可是他最后呢是弘扬净土宗。他本身的天台宗的基础非常深，教观双美。
还有另外一个明朝有名的什么莲池大师，莲池大师风格不同，他是参禅的、开悟的，而且他学华严，所以最后他用禅跟华严来著《阿弥陀经》《疏钞演义》。在东南亚里面，大概只有一个法师讲过，就是净空老和尚。啊，这部深非常非常深，因为他是用华严跟禅宗的注解来著《阿弥陀经》，尤其是一心不乱这一段非常精彩。好，有空可以去读。那还有偶益大师、憨山大师，憨山大师呢修耳根圆通章，然后修楞严经，然后呢，憨山大师呢也是开悟的人。憨山大师呢，他的肉身现在也放在南华寺，所以憨山、子伯、偶益、莲池四个高僧啊，都是中国。那为什么？因为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的时候是非常乱的。但是这些祖师的愿力对于大乘佛法尤其净土宗啊弘扬功德很大。好，现在接下来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传说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所以现在啊，现在台湾啊所有的净土宗啊几乎都是走这个体系，乃至于在普里持戒念佛都是走印光大师还有弘一大师的体系。现在但是有一个关键来倾斜，一就是信愿行三个很重要，可是传到日本，传到日本啊，因为阿弥陀佛很重要嘛，愿力很大，你只要信到只要信阿弥陀佛，六信里面只要信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对不起，不一定对，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有批评。所以净土宗啊，一直传到日本，你只要信阿弥陀佛就得永生，那反问，那跟信上帝就去天堂有什么不一样？答案不对，不是光信，光信不一定能往生。就是说他把净土宗一直弘扬到极致的，我上次说只要信阿弥陀佛就得往生，不对，这个以后我会讲，黄念祖老居士有批评。第二个就是按照偶益大师的信愿行三个。好，第三个有一个缺点，请看往生论著。好，不好意思，这要读很多的佛教史啊。往生论著，往生论著里面呢是昙鸾道绰跟这个善导大师。那善导大师啊本身就是很重视十六妙观。王居士你来一下下好不好，你用走的没关系，他在录影，你帮师父那个包包那边有一叠书啊，我带了几本净土宗的书来。哎，对，没关系，就是那个香蕉旁边那一叠拿给我一下就好。对，你通通拿给我，我录影让他先录一下，然后待会见你看。对，这个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谢谢，辛苦你了。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这个时段，好，请看，我先靠近你哈，因为录影。他净土宗十三祖，我说过这个是后代而这个上的。那我要推荐一遍书，就是商周出版社，台湾有一个在家大菩萨了不起，陈慧建居士，就行脚走过净土法门，他就是讲昙鸾道绰跟善导，也就是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这个时段。因为五念念佛法门的往生论著啊，在兵荒马乱当中啊被烧掉了。那可是中国唐朝的时候，不要忘了日本的高僧很多是来求法，八宗各宗各派，空海大师啊、华严宗啊、律宗啊、鉴真和尚啊，八宗的祖师啊都想把佛法传到日本跟韩国，其中有一个净土宗最有名的是善导大师，所以我会建议你先看这一本。然后因此还有一本中国大陆也有出中国净土宗教理史，这是简体字的，最近几年大概五年到七年出的。好，所以台湾你很少找到中国佛教史，其实这是中国大陆做。但是我要提一下，不要介意，因为将来这个是上行，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中国人他对于现代的中国人写历史啊，说实话在考古、在文献、在历史资料上非常丰富，这是我们台湾比不上。但有一个主要重点，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有些解释在见地上这个要谨慎，也不一定是完全对。另外一本是日本人的书，这本书就很棒，是他日本但是已经翻成台湾，然后翻译了，是台湾的净土宗出版社的，就是日本人的野上俊敬翻译的，他就是写昙鸾道绰跟善导大师，
这本书就非常棒，是日本人写，日本人的学术呢这个水准是非常深哈，他们自己也很保留历史文化。净土宗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中，有70%人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跟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这本书很值得看。然后谢谢王师姐帮我们请了这个净土宗13祖大愿法师，好，哎，谢谢您，我直说，我们已经啊张掖金色画播去赞助他了，哎，这个事情我已经圆满了。我觉得应该很好，所以换句话说，我要讲什么？讲就是说，谈鸾道错跟善导啊，这是被忽略的。答案是呢，被忽略。五念念佛法门，净土宗里面也要禅修，这个是很大的关键。可是你去问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并不弘扬禅修，他只因为当时他的时间就是在兵荒马乱嘛，中日战争，对不对？然后呢？就算弘一大师也是劝你好好的拜地藏忏，好好念佛。所以因此在弘扬到台中莲社的时候，他们并不重视禅修。可是依经论来讲，五念念佛法门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五念念佛法门呢，第一个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结要报恩，第二个就是黄念啊妙净老和尚修天台的，所以他也很重视。其实净土宗也是要禅修的，也就是你禅修的话，你的念力越强，观想力越高的话，你往生的品位会越高啊。请看进修结要报恩堂，就是按照五念念佛法门往生论著而来编的。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是说告诉你，就是说假如你能够禅修的话，你念佛的功夫呢会更深的。好，这是差别。好，先看这四个，先看这是藏传佛教。那有人也会问我，师父你修大乘华严为什么最后去修金刚乘呢？是不是夹杂呢？答案不是，显密圆融是殊胜的。也就是我要解决一个问题，长话短说哈，没关系，将来就会保留，其他的人有没有听到就请他听录音带。目的是从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而进入金刚乘，对我而言，我第一个想的，那中国净土中16妙观里面只有善导大师修过，可是善导大师他在观经四帖树里是很重视的，可是末代在宋元明里面呢，在普遍的法师弘扬里面都不太重视，再加上众生的根性啊也比较差，所以真正能够禅修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因此有一个问题来了，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大家现在都在念佛法门，持名念佛阿弥陀佛。那忆佛是什么？答案就是五念念佛的观想跟观相。请看，答案保留在藏传佛教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学金刚乘，理由是去了解藏传佛教。其实阿弥陀佛法、极乐净土天法，乃至于四臂观音的仪轨，乃至于藏传的普瓦法，还有临终的中阴身救度法里面都讲到观想。所以在我们东南亚的佛教徒里面是比较不重视观想，比较重视观想的是叫什么？天台宗止观他会重视，修四念处。那修华严宗的呢，我反问各位，请问华严的法界观你怎么修呢？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不要说在家不知道，其实很多出家人也没有老师教，也中断了。再举一个，你念六字大明咒或是念大悲神咒、大悲心陀罗尼的时候，请问你观想什么？其实也没有观啊。所以请看这四个，这是藏传啊极乐净土天法里面呢归纳出四类。第一，对净土中清晰的观想；第二个，要进藏集资的功夫。好，我先念标题。第三，对于所发的利他的菩提心啊，你要坚固到此地。第四，你就是要有坚固与强烈的愿心。所以抱歉，哎，我下次再教极乐净土发愿文，就是因为每天就要发愿。藏传有藏传的极乐净土啊，这个伊玛吽祖鲁桑杰那瓦塔耶当耶稣求我出家坚波堂，这个是藏传的极乐净土发愿文。那中国也有中国的发愿文。好，所以请看第一个，就是观想。观想里面极乐净土的长的祈请文最重要是什么？应该多念无量寿经。
所以你念了无量寿经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甚至我有一个想法啊，我也想做，但是还没有，因为最近比较忙。我很想以藏传佛教的这个仪轨的方法，因为这现代人越来越忙，比方说地藏经好了，你可以念上中下三卷，那当然很好。那但是你时间若没有很多，你又想修持怎么办？我会建议什么？见闻利益品。你念偈颂，念完以后可以念一千声地藏圣号，或念呢嗡波罗摩尼陀尼娑婆诃。所以我就是说，把经文的仪轨化，其实就是藏传佛教的仪轨，了解吗？所以假如把无量寿经，举个例子，无量寿经有很多品，把第六品四十八大愿还有有三品的偈颂合起来，然后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仪轨。所以就是要观想。第二个就是进藏集资的功夫，这出自于广论七支供养，其实就是中国的普贤十大愿。所以为什么我这一生从离开净宗学会以后，我到处都弘扬普贤十大愿。一，它是净土五经之一；第二，它是华严经；第三，它也是显密圆融；第四，它也是藏传佛教四家行里面呢七支供养，其实就是普贤十大愿。所以念普贤十大愿的功德，可以忏除业障，发广大菩提心，而且一定可以求生极乐世界。第三个就是对于念佛的人呢，他对于道次第啊还是要学习的。所以净业三福里面讲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我会觉得，哎，有些人只要一部经一句佛号，我觉得有利也有弊。对有些人来讲很好，因为什么？他不能太多学习。第二个讲得更白一点，他很懒。第三个，他得少为足。可是假如你以四弘誓愿来讲，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应该多多学道次第。那最有名的藏传佛教红白黄花四个教派佛学院的第一部书就是《入菩萨行论》，还有道次第，这个很重要。最后一个，请谢起来。没有前面三个的话，你要把握的其实都应该啊。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坚固的信愿行，就应该念极乐净土发愿文。因为信愿行啊，推动你往生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来接应你，然后推动你往生是你求生净土的愿。好，请看这张图，有我今天发了这张大张的，有吗？有，这就是僧伽经舍大殿，下次欢迎你来。我请专业摄影师拍的，事实上这个是在新加坡买的。长话短说，按照敦煌的造型而画的极乐世界变文图，中间阿弥陀佛就红色的。那按照敦煌的造型来讲，色彩学它观音画绿色，扎世智画蓝色。可是在藏传佛教是配嗡阿哄红白蓝啊，这张非常庄严。所以你对极乐世界要观想，简单的讲，一个南部的人到台北来，对不对？现在疫情不能来，他一来台北捷运站，第一个是什么？一定是拿台北的什么地图。你要知道东边到101，西边到西门町，对不对啊？南边呢可以到乌来，北边到阳明山或是这个淡水西洋，你总是要看清楚啊。换句话说，你学习佛法，你真正每天都读无量寿经或观无量寿佛经的话，就会帮助你对极乐世界清楚的观想。可是你现在很不幸的去观察到，现在网络很方便，有利也有弊，可是你一点啊，哎呀，我差一点晕倒，各说各话。你点一个准提神咒呢，哎，看到了一半的全部是卢胜彦在教的。所以这就是末法见浊，乱七八糟，一人一条路，两条两条路，三人三叉路，四个人十字路。就算弘扬净土宗啊，也是各说各话，甚至相互批评跟毁谤。所以你就会知道众生啊，还是要依佛见，依佛。所以《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依佛的观想叫正观，否则叫邪观。可是你看现在人讲十六妙观的时候，其实都讲理论，并没有讲方法，这样听懂吗？啊，王师姐，你也有显密圆融的圆，这样讲你也听清楚。第二个，请看左边的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是长得一模一样，只有在头上它是宝瓶，所以这两个是差别的。其实它的相貌功德
不管拿莲花净瓶啊，通通呢都是一样的圆满。其实大势至跟观世音啊，在无量寿经来讲，无量劫呢是在娑婆世界修行成佛。在悲华经里面曾经说，阿弥陀佛曾经当过转轮圣王，生过一千个儿子，哇，很会生。第一个儿子是大悲观世音，第二个儿子大势至，第三个普贤王菩萨，哦，对不起，第三个文殊师利菩萨，第八个儿子是普贤王菩萨。所以当爸爸成佛的时候，老大老二就发愿我做西方的候补佛，所以就一佛跟二菩萨。在悲华经，慈悲的悲，莲花的花，悲华经里面有讲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后面有讲阿弥陀佛因地的因缘，讲转轮圣王有一千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大悲观世音，第二个儿子是大势至，第三个儿子是文殊，第八个儿子是普贤王菩萨。好，请看，这是大势至。接下来再看极乐世界人都是发菩提心去的，所以极乐世界全部都是菩萨众。那为什么会化声闻呢？是他回小向大，所以极乐世界纯无女人，所以真的读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说无量寿经汇集本还有五种会议本都很重要啊？慢慢讲。你看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看这里啊，请看是小孩写，是往生前的身份。极乐世界是没有小孩的，若有小孩就有小孩，就有生老病死啊。极乐世界呢是不生不灭的，比方说我现在是法师，我是新弘师，如果我有福报临终临命中往生的，一刹那之间往生的时候，其实我的意识里啊，我还是比丘，我还是披着出家人的袈裟，了解吗？我还是男众相。所以其实极乐世界的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要去读这无量寿经注解哈，观无量寿佛经的化九品莲花，莲花化身注解呢是观无量寿佛经跟无量寿经要一起读啊，是说往生前的身份，比如说小孩去，不然极乐世界就有生有灭啊。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是没有六道轮回。好，接下来进藏集资的功夫，所以你看东南亚有很多道场盖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殿，你看非常的庄严，请看一下，你可以抄台东千曼山的曼殊佛寺。所以极乐净土啊是很庄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助念也要求进步，有包含灯光音乐多媒体，而不是像人家觉得呢助念都是阴森森的。有一次我的老师在台北龙山寺行天宫旁边的这个殡仪馆断气，我们全部赶去助念，我就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人他们念什么，他们助念不念阿弥陀佛，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很好，一样，只要你往生的人有这个意愿，念六字大明咒一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好，所以见佛像灯光颜色多媒体是可以提升现在助念的品质，而不会让人家感觉阴森森的。好，你看很庄严，这大殿包括采光静坐的时候它地板全部是黑色的啊，这是新建的佛堂。所以我觉得佛教是要求进步的。第三，你所发的是无私利他的菩提心，上次讲菩提心是什么，无私利他的功德。接下来就看坚固不动的愿力，所以愿很重要啊。希望各位可以念极乐净土发愿文愿，因为你每天念一遍，然后一年就念365遍，十年就念3650遍。看右下角出家人这尊呢，是现代化的敦煌壁画，阿弥陀佛报生佛，旁边有八大菩萨敦煌飞天来接引你，对不对？你每天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佛菩萨都可以看到所有的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的念头，那你的愿望是要求生极乐世界，他就会送你去。若是你想要去东方药师净土，当然观世音菩萨也会送你去东方药师净土。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若我不要去东是极乐世界呢，我要上升兜率内院弥勒菩萨净土也行啊。妙净老和尚也是很赞叹，我也是其中净土当中唯一会单独赞叹弥勒菩萨的，因为我自己也读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那现在我现在讲的头顶呢，就有道安大师、玄奘大师、慧居大师、太虚大师、虚云老和尚，他就是上升兜率内院。所以这重点是什么，来生你应该要求生净佛国土。好，现在要多说几句，那因此现在的净土中住念也变广义的。什么叫广义的呢？
就是不念阿弥陀佛。你也可以在遗嘱上请你为我念观世音菩萨，我念地藏王菩萨，或者说我平常就是修六字大明咒准提神咒，希望所有人来呢帮我念六字大明咒，那我的愿望是要去哪个净土，你可以在临终遗嘱里面写。所以变成我要讲什么，佛教也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净土中的助念也是广义的。再来看临终接引图啊，这是日本的图啊，这个这样你可以看到中国有各种的箜篌啊，箜篌觉子难，不是箜篌，这种五音音声的五会念佛工商觉子语，你看各种的乐器，在中国的图像，日本的净土中图像里面就有。好，这张呢是很有名，这张是哪一张呢？其实原版啊，听说是在故宫博物院，由三峡西莲净院智玉老和尚他生日的时候，有智莲净西莲净院的弟子啊，在家出家向故宫授权，然后呢印出来的流通。这本传说啊，原版呢、啊、是也是在日本有，中国也有，不在台湾也有，非常壮观。注意看这一张，这是日本的国宝。原来的书是在日本，后来有复制啊，也有有临摹版本。请看右下角这个出家人，那他就是上品上身，因为阿弥陀佛是报身佛。再看右上角，右下角有光中化佛，这化佛。然后你看看，第一个是观世音菩萨啊，拿金色莲花；第二个拿伞盖的呢是大势至菩萨。好，就像云一样。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后面呢还有敦煌的乐器，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真的要用功往生的时候啊，哎，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接下来看下一张啊，就是现代版画的啊，彩色版。好，再来看，好，现在发给各位的大宝法王西方三圣，所以他的站着呢，站着是代表无私利他的大悲心，有临终接引愿。好，再看一个，这是日本图像。我先念一段经文哈，给各位听。阿弥陀经里讲：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阿弥陀佛叫无量光佛、无量寿佛。那请问，阿弥陀佛放光，现在啊9:15，阿弥陀佛放光照不照台湾啊？照。照不到地球啊，照；照不到基金会啊，照；照不到你头顶啊，照。但是问题是什么？众生烦恼把它盖住了。比如太阳呢很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防紫外线，你就拿个黑雨伞、黑墨镜，戴个黑衣服，抗 UV 的，对不对？其实是我们众生把我们的心给自己盖住。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无量光无量寿，山根一切都可以穿越。所以日本人依经文而变文的，请看很有名，山月阿弥陀，阿弥陀佛从后面的山里面穿出来。因此右边是观世音，左边是大势至，很壮观哈。我有这张原版的复制品啊，我去日本的时候也吐了很多血，师父读了很多东西，我很喜欢博物馆，因为这些就是我们台湾佛教徒不太重视的。可是你还知道山月阿弥陀佛，彼佛光明无量，换句话说，阿弥陀佛昼夜24小时都照你，那哪时候你觉得不照呢？写心散乱不念佛的时候，他就照不到你。所以行住坐卧都可以念佛，厕所也可以念佛，睡觉也可以念佛，滑倒了也可以念佛。但是中国净土中啊，常常就非常非常多的执着。那印光大师比较有智慧，就告诉你在厕所啊或睡觉的时候啊，不要出声，出声会伤气，但是默念佛号。好，现在默念佛号持名念佛很好。那请问你脑筋想什么呢？答案写我后面写，你心写要想莲花。好，这是三月阿弥陀佛国宝啊。再看下一章，另外一张山月阿弥陀啊，你看非常的壮观，阿弥陀如来，你要注意看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如来，还有唐朝的胡子，所以32种大丈夫像。其实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是超越男女的这个两种男女的超越像。所以阿弥陀佛、观音、世子、西方三圣都从山里面这样，非常的壮观啊！这是报身佛山月阿弥陀。
好，接下来看，好，在这个四十八大院里面呢，分类第十类香光普摄类啊，台湾南部的香光尼寺，其实取名字就是取自这里啊。但是他们虽然弘扬净土，但是一样是弘扬南传佛教，他们不一定接受藏传佛教，他们只知道，就我所知，公开来说，他们只接受六字大明咒，藏传佛教他们是排斥的。不过事实上他们是修南传佛教，那大乘里面呢修八宗格义，但是他们也修净土宗，所以香光普摄，请看阿弥陀佛光明无量，请看在图像学他怎么样表达呢？答案是用这个支线，还有他是用竹子啊，向十方放射，右边是观世音啊，一般拿金色莲花，左边大势至，他有时候是合掌，有时候拿莲花啊，观世音菩萨拿金色宝台，这就是站姿，好，站姿跟坐姿不一样。好，接下来你看这只就禅定的坐姿，再看一张，前面是站的，代表大悲心临终接引愿，拍好了吗？ OK， 好了，跟我讲。好，再看下一张，你看大乘念佛三昧，这西方三圣都是坐着的，所以从这图像来学，来着告诉你，假如是你临终看到是佛来坐着来接引你的，是你品位比较高的，所以关键是在止观跟般若波罗蜜要加油。那止观观呢，就是一定会观想极乐净土，就是十六妙观，也就是五念念佛法门。可是很不幸的，不要介意，我出家34年，我觉得30多年来我观察到台湾佛教界这一块啊，其实是不被重视的，一大家不学习，第二也不重视，第三也不弘扬，所以台湾的净宗学会或很多的净土道场都是不用观想的。其实这有一点点可惜。好，接下来看彩色版现代化的临终接引，西方三圣，这些都是日本的佛教图像，所以日本跟日本还有韩国都是大乘佛法，也是净土宗，也是观音法门非常弘扬的地方。当然其他宗派像朝洞宗或华严宗或天台宗，八宗都很弘扬。好，接下来看另外一个临终接引，今天我要讲观音跟地藏，先看。好，我讲一个段落哈，没关系。下个礼拜就会介绍五念念佛法门，把它讲完。今天我是要讲菩提心，除了阿弥陀佛是主伴圆融，八大菩萨都有他的功德。先看第一次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觉得是后面人造的，因为台湾佛教界很喜欢创一个华严三圣，这张图叫什么？写娑婆三圣。然后呢，再来西方三圣。东方三圣，台湾佛教徒很喜欢自己创造，不是不可以。就像刚才日本讲三月阿弥陀，不是不可以创造，但创造我觉得要有经文根据，所以我公开呼吁台湾的出版社、佛教文物社要多多学佛法，还有不懂请多请教法师，不要自己创。好，请看这张，其实后来我查是出自于什么？敦煌。在敦煌以前没有这样，原来呢，中间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有一尊观世音菩萨，还有地藏王菩萨。我刚才讲八大菩萨里面，其中挑两位，因为这两个的悲心愿力是最广。可是后来呢，这尊释迦牟尼佛就变成了中间的阿弥陀，然后右上角跟左上角，因为观音的悲心愿力很大，所以有些人画杨枝净水观音，或是水月观音，那没关系，这个都是代表观音菩萨的悲心与愿力。好，再看当我们临命终时，你看当业力现前的时候我们会很痛苦。好，师兄请坐。我们若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看临命终，按照地藏经来讲，过去生的呢，冤亲债主就会现前，也有各种妖魔鬼怪，你看自己业力现前。所以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原超度或家人过世，为他诵地藏经、阿弥陀经或普门品或金刚经，有慢慢才学佛。好，那当然这是地藏经跟大乘佛法都这么讲，这是有他的殊胜功德，所以在大乘这块佛国土东南亚里面是很重视助念的。可是在南传并没有，南传呢断气了就请师父来诵巴利文经文。那藏传佛教呢，其实老实说要有福报请仁波切，平常就要修，临命中也有修中阴身救度法，但是呢平常跟仁波切有缘
那东南亚里面，我刚才说，真正的自悟念团会发扬兴盛是从哪里？是从明朝弘一大师开始，一直到印光大师、弘一大师，中日战争的时候兵荒马乱，助念、助念、助念是帮助别人提起正念，所以助念是有功德的。但是学阿含经的人就会跟他讲说，平常自己不念啊，你平常呢帮人家助念是没有用的。答案错，助念是有用的。所以因此好，我今天做个总结，我觉得哈，简单的讲，修净土宗，我们虽然这个课程是华严念佛三昧论八宗看，就像我的手五个手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读诵大乘、六度波罗蜜、止观都很重要，最后你的手掌才是念阿弥陀佛念咒。所以解门上我要建议各位应该读什么，吉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或者是更波巴大师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论，还有一部论是下个礼拜我讲了七年才讲完的，你可以听圆孔道，也就是苏东坡的转世。苏东坡是中国唐朝文学史上最高最大做个宰相，才高八斗的人，他最有名的福印禅师，可是很不幸他一直轮回了两三百年，到明朝变成圆孔道居士的时候，袁家三兄弟，最后他哥哥呢求阿弥陀佛度他，他才看到极乐世界。苏东坡的转世叫圆孔道西方和论，是讲禅宗跟净土宗的辩论。那因为苏东坡才高八斗，文学非常好，所以他是用十门，每一门用十段，所以用华严经的十写了西方和论。我每半年讲一次啦，疫情前因为我足足讲了七年，下个礼拜才最后一次讲完。所以你知道学一部经论很不容易，那你也点西方和论，在东南亚里面呢讲的没有几位，我是其中一位，还有一位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台中，是徐醒明老师还是周嘉玲老师，好，应该是徐醒明老师曾经讲过西方和论，全部讲完非常精彩，禅宗跟净土宗的辩论。第二个修持请看上面，请抄第一个要诵经发菩提心，第二个要每天做功课念佛或念咒至少一千声，第三个还要修止观，第四个还要静坐，最后一个还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所以请看，叫你诵经诵普贤行愿品无量寿经是属于广大行，第二个你念佛当中一向专念的同时也观想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乃至于念藏传六字大明咒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绿度母白度母也可以，你临命终时会看到西方三圣跟度母同时来接念你，所以不用怀疑。第三个就是呢，一般华人呢还甚深见是念金刚经或小品般若经，或是我劝你，你可以看时间不够念21遍般若心经，连续念般若波罗蜜，而且这个般若波罗蜜呢注意听是放在最后一座，先念其他的华严经、法华经、普贤行愿品、念佛念咒，当最后一座的时候你才开始念空观心经21遍或金刚经，然后最后呢念极乐净土发愿文。那传统上印光大师赞叹的是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非常好，莲池大师曾经呢印光大师曾经赞叹呢，从古至今啊，也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唐朝一直到宋元明到清朝，他觉得谁写的发愿文最好是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注意听，我背过很长，我已经全部背，大部分我以前是在山上闭关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气理但是不太契机，所以我建议现在应该念呢普贤十大愿的最后，愿我临欲命终时净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下礼拜我会教哈，就是其实是普贤十大愿最后的极乐净土发愿文，那是非常非常精简的。好，你看西方圆孔道居士苏东坡最后他转世，他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是真的有人去的。好，你看袁家三兄弟，他的哥哥还特别求阿弥陀佛让他在一个做梦当中让苏东坡在打坐念佛了去一下极乐世界。好，以后我再讲这个故事哈，我今天讲真的是真的有，所以
净土中要读的经论是非常非常多，不过要广博一点啊。好，讲阿弥陀佛，临命终的时候，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那现在有一个关键来看师父表演。当你助念阿弥陀佛，那举一个弘一大师他断气的时候，我查过他传记，他助念的时候什么？念普贤行愿品。下面尊居士跟所有的法师都在旁边念普贤行愿品。念完了以后呢，弘一大师讲完话，他说请不要悲伤，我很高兴我看到阿弥陀佛，他写悲心交集。接下来他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以后就不要就助念，最后弘一大师就躺下了。所以上月金色助念呢，是念无量普贤行愿品寄送，以及只要寄送好就好，不要念长行文，因为他的功德力很大。他的也是藏传佛教啊，这个五大祈愿王，第一个就是普贤王如来祈愿文，他是写密圆融。第二个，看大家在助念助念助念，好，看师父表演。你现在还有气，你还可以听得到声音，所以临命终哈。那到最后来看师父表演，就断气了。那这时候要断气之前，你应该怎么写？想阿弥陀佛的脸，极乐净土就出现了。所以忆佛念佛。想佛很重要，你要练习，因为到时候地水火风，好，就算你盖了陀罗尼经碑的所有法师都帮你助念的，全部开始助念，可是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你只要一想阿弥陀佛，就像你一张探卡，极乐世界后面云就散开，你就听到天月明空，异香满室。在临命中助念的时候，有些人会看得到，有些人会看不到，因此临命中啊，应该真的要好好用功。答案是呢，要想阿弥陀佛。好，请看下一段啊，最后一章做个总结，也是下个礼拜，往生论注一开始，对，请看《波州三昧经》，福利法力自利。你临命中的时候，你要想阿弥陀佛的脸，所以你平常要练习。所以为什么我要发给你有一张有没有阿弥陀佛单独的脸？下次会再拿给你，就是你要去想阿弥陀佛的脸，你仰仗佛力。那平常呢，你诵经念佛法力，对不对？波诃波尔波罗蜜，最后你临命中要忆佛念佛，啊，所以方向正确，条件具足的时候，极乐净土的的确确是会现前的。如果你极乐净土没有现前，就像夕阳西下一样。然后你会非常的欢喜，很柔和的，终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应。所以为什么弘一大师断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什么悲心交集呀？答案就是这样，悲的是我生生世世，我跟一切的众生都在众生六道轮回里受苦，心的呢，是我今天终于看到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临命终时，有些人是会看到禅坐像，这是品位比较高的阿弥陀佛跟八大菩萨来接引你。当然也有看到西方三圣像啊，临终接引像。好，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然后先念回向文，先念回向文，然后再切，先念回向文，一起念四句即回向。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